看爱恨不能潦草，红尘烧啊烧，一生死无愧，证明谁重要。这缘分像一道桥，故事悄一悄，走天涯，你我写下战袍，梦回长。经过我不懈努力，我也抢到了一瓶罐头。人家说要撬一撬，开，喂，我自从来到了拉面哥这里，喝到了罐头，喝到无数的饮料，看看现场再来一瓶。河南生产厂家，记住这个牌子。很好喝，太棒了，完美！哎呀，要比别的饮料要好出三倍以上，真的吗？必须真。三二一，咱们现场拉旗子，喝！先敬各位。里面的确有果肉，还是可以的。这一大早免费的饮料喝了无数瓶，喝到尿频，喝完之后饿了还可以吃豆腐干，这都是免费送的。只要吃拉面，不仅送饮料喝，还送豆腐干，当然了吃不吃都送。这我只吃的只剩这两包了，来咱们现场再吃一包看看。哎呀，